本期讲解一个抖音啊，这个抖啊，抖音直播间采集获客引流助手，可精准筛选性别、地区、评论内容等等啊，包含永久脚本和使用教程。这是直播采集脚本，支持采集直播间，支持筛选评论的内容、性别、地区一键导出，可支持采集部分匿名直播间，非百分之百具体自测，设备要求电脑啊。把这脚本的话需要单独给我们卡密，几块钱一个，介意的话请移步到百万上不需要卡密的项目上去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软件啊、视频操作教程、视频操作还有卡密的购买地址啊，扫码购买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直播间或者是直播间太极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